Hello， 现在要介绍这首歌呢，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一个那个台湾原创的台湾剧，叫做《通灵少女》，有看过吗？还是有听过？其实呢，这首歌大家都应该有听过。那这首歌只是在剧中的一个插曲，然后它的故事内容呢，大概是在讲述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位音乐人，在面对最挚爱的人病逝后，开始对人生失去了热情。直到遇见戏里的通灵少女后，才明白了一切人生的道理，并用思念的方式唱给还来不及听这首歌的朋友。剧中有一段话想分享给大家：我不怕后悔做过的事，只怕后悔那些没有做过的事。在你们的人生当中，是否跟这位女孩一样，有过后悔、遗憾，一直搁在心里很久？无论是亲情、友情，或是爱情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这首歌带来的感动。如果你们不会唱，请你们跟着我一起唱《不曾回来过》。